后呢，在这个果壶森林里面的夏天呢、啊，阿尼泡在湖水里面，对，阿尼就是他，有没有？我知道、啊。肚子上还放着一只熊，然后呢，很舒服这样子。还有鱼靠近他，还有青蛙。没错，可是他没有好朋友跟他一起玩，所以呀、啊，他们就阿尼就很孤单寂寞，坐在这边。哦，很希望有个好朋友可以跟他说说话。他现在只有这个小熊玩布偶小熊陪着他而已，他觉得很孤单。所以啊，等到寒冷的冬天快来的时候啊，阿尼他就离开了果火森林，啊、哦，要去温暖的热带岛屿旅行。阿妹，你听得懂吗？爸爸在讲故事喽。那之后他会回来吗？等天气变好，他就回来啦。这是 IU 的功课，对不对？对。IU 的功课就是讲完故事。对，是他的功课还是我的功课？然后讲完故事之后，然后要画画，对不对？好。阿尼啊，去旅行啊，他躺在很温暖的沙滩上，他心里就想啦，好想又有一个好朋友陪他一起晒太阳、哦。哦，对。对。然后阿妹可以看那种有些有这种图案的。妈妈在画画哎。对啊。然后呢，小熊，对，这封面，对，果果森林的春天来了吗？阿尼在跟这个小熊玩布偶的小熊聊天，他好想念这个野草莓的味道哦。阿美，对，这就是野草莓，对，阿尼是这个。我又要仔细听哦，因为你等一下要画画喽。你还要跟我讲心得哦。你还要讲心得，知道吗？对，春天来了，阿尼回家的时候，哎呦，他吓了一大跳。他家隔壁居然多了一个新盖的小木屋，是谁的小木屋呢？谁的小木屋？对，跟我们讲过故事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、哦。然后他之后就把它放在我们，然后就画画的地方，跳出一只小猪来。Hello， 我是阿布，哎，这个邻居啊， Hello? 小猪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，然后阿尼就下来叫说，哦，我叫阿尼，哦，阿尼很害羞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。对，阿妹来了，你来好了，结束了，阿妹结束了，阿哥要继续讲故事。然后啊，每天这个阿布啊都会跑来阿尼，然后呢送阿尼他做好的野果酱。阿布每天都去跟阿尼串门子，跟他打招呼。然后呢，阿尼就心想，哦，好棒。No， 那是哥哥的功课，不要捣蛋。不过阿布跟他一样，都很喜欢这个野草莓的果酱。还有那个果子啊。那等到夏天来的时候呢，湖边变得很热闹啦。那你想说，那我要不要找阿布一起玩呢？突然间，阿布从水里就唰，嗨，阿尼，我们来玩水仗吧。嗨，嗨，你是阿布是不是？阿尼。啊，你是一个是阿布，一个是阿尼。然后呢，等到了秋天到的时候呢，哦，他们在玩。落叶，好、哦，就是扫落叶，然后呢，烤地瓜，烤野菇，好吃。他们每天都在一起玩，四处去探险，之后他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了。他们变成忍者了，忍者到秋天。然后有一天呢、啊，傍晚的时候，突然刮起一阵强风，乌云笼罩着果果森林，哇、哦，暴风雨要来了，有没有？哎呀，赶快回去。有呢。哦，暴风雨要来了。在这个晚上啊，大雨。No， 你不要捣蛋，用哥哥的东西。好开心哦！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布是第一次在这个森林遇到暴风雨，会不会觉得害怕呢？他决定去找阿布陪陪他。然后呢，布，这里好危险，快跟我离开！我赶快逃离小木屋。没想到，他那边归位了。哦，他们一离开之后。旁边那个弯的大树有没有？砰！就把阿布的手部踢压坏了。阿布哦，吓到大声在那边哭。阿尼就安慰他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准备了热腾腾的舒服浴巾。”对，来泡澡，然后呢，热热的牛奶，烤吐司，还有吐司上涂满了他们最爱的什么？草莓酱，对，阿布抱着小熊娃娃说：“谢谢你，安妮。”然后就安心的睡着了。他的位置，对，他就让他睡。
然后呢，早安了哦，昨天早上暴风雨，露出微笑。云娜在哪里？阿妮说：“哦，天气真好。”我吃完云娜在哪里？我们一起去盖你的新房子吧。然后他们就在开始找材料。啊，而且小动物，小动物也来帮忙了。对，砍树，搬树，砍树有树倒了，蜜蜂跑出来了。砍树，锯树，搭造新的家。然后还下暴风雨。哦。大雪仗哦，然后呢？阿妹，那你觉得？阿妹你在哪里？今年这个冬天特别温暖，因为他们有了好彼此的好朋友。那有没有可以打雪仗？有啊，那我就来打雪仗。冬天的时候一起玩雪，有没有？哥哥书包很好玩，就是什么雪人？两个小只狐狸，而且还有他。松鼠的雪人是把松鼠包在里面。好啦，那看完这个故事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呢？你有什么心得呢？屋里面会很危险。在小屋里面很危险。因为有时候会有弯曲的大树，然后倒下来砸到房子，然后又不知道，然后没有逃走。那这个故事是要跟你说，阿妮跟阿布两人是什么？好朋友。对，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彼此相处，当好朋友。对，彼此相爱还是彼相处？相处，他讲相处，哦，相处，对对哦，彼此相处当好朋友。结果刚刚他看到故事，先讲说小木屋很危险。对，小木屋很危险。的确，如果那个大风大雨来的话，小木屋的确很危险。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呢？那我们要画画咯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画画画画。好啦，我们来画画咯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知道，这个就是要考考你，然后就是看要把它按照一样的顺序，先擦手，再摸肥皂，然后再洗手，再冲。这个，然后再冲洗毛巾。你确定这样是对的吗？嗯。啊？因为是先洗，先冲，先冲，然后抹肥皂，先让湿湿的，再抹肥皂，然后再搓，搓搓。搓完之后，然后再把手擦干。好了，现在洗手真的非常的重要，重要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在写功课喽。好，来画画喽。来，早安，阿妮阿布，请问你要画什么？我要画。你要画哪里？你要画里面的哪一些？你有没有比较印象？我可以先画。印象比较深刻的吗？先画一个船在上面，然后。哦，你要画这个船是不是？嗯，我要画一个船，然后他画他们两个人在这上面，然后画箭头在让他们指引方向来。所以你要画阿妮跟阿布，还是只要画船？他就要画船，上面有阿妮跟阿布。哦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这是人家送的，好可爱。对，好可爱呀、啊！你要画哪一个？先看一下。好啦，阿 U 赶快认真画，宝宝在旁边、想一下。好。阿妹在旁边，阿妹在旁边吃。妈妈，妈妈，麦片没有了。我想这个粉红色。这桃红色还是粉红色啊？那是 blue。感觉很像桃红色。那看起来像桃红色吗？对呀、传电话。你要把你妈气死。真的，哇，阿 U 的背后的头发真的好漂亮哦。这个卷度，碎，真的，欧巴桑超爱。大海是什么颜色啊？大海，你觉得是什么颜色呢？想不起来了。大海是什么颜色呢？是雾吗？对。是这个吗 ？That's right。我要画一个大海，让船在上面飘着。好，那你们继续画喽。我要画的画。好，阿妹又在后面捣蛋了，请你不要捣蛋，谢谢你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色吗？现在换别的颜色。我先把大海涂一下。哦。哦，你的画完成了。这个是一个大太阳。哦，很大很大。然后呢？这很像我的头发。好。因为我头发也是很大的。嗯。好啊，这是谁？这是小猪，这是
这个是木船，这个是水上摩托车，水上摩托车，这个是小狐狸。好啦，那你完成了是不是？嗯。OK。